李子山。好，谢谢乔波，你们好吗？好了，各位朋友，呀呼！你的脚可以伸直吗？可以，可以耶。这个会跑上来，对。你坐错了。你是坐飞机吗？OK， 两颗，好，因为我以为普是写三颗，因为演唱会是三颗。可是我是给演唱会，没关系，那就两颗，两颗。等寂寞，无法再承担情绪酸。
如果听到，请回答。老师回到家，那我谢谢。